注意事项：一、设备为整体包装，严禁拆卸油管；二、举升机只能安装在混凝土板上，混凝土板最小厚度为200毫米，且有7天的最低固化时间，强度必须达到3000 psi，即2.1公斤每平方毫米。三、混凝土板地面平面度不得大于5毫米。四、检查可能存在的障碍，如较低的天花板、顶头的管路、工作区域、通道、出口等等。举升机的工作区域必须有4.2米的高度空间，以方便作业。五、举升机的前后及两侧应留有不小于1.5米的空间，确保操作方便和维修作业。六、在安装之前应准备好电源，所有的电器布线需要由经过认证的专业电器技工来完成安装。安装需要的工具：粉笔10毫米，锤子1.5公斤，可调扳手40毫米，开口扳手套件11毫米至23毫米，内露角扳手套件2毫米至12毫米，平头螺丝刀150毫米，冲击钻20毫米，硬质合金钻头18毫米。搬运需要的工具为叉车或手动液压车。开箱检查需要阅读包装箱提示信息，电工箱与举升机为整体包装。开箱后先取出电工箱，注意保护好油管，然后再取出设备。将包装箱拆开，去掉周围的包装材料，检查机器有无在运输中受损。检查电工箱、油管和平台是否连接好。取出设备所配的相关材料，并阅读安装相关的内容和注意事项。设备安装定位图所示，以总宽度2020毫米为基准，在混凝土板上画2根平行线，1号线和2号线，误差在3毫米以内，然后再画4根平行线 ABCD 与1号线和2号线垂直。将电工箱从包装箱中抬出，放置在客户所指定的位置上。使用工具将电工箱后盖开启，将气管按演示操作连接到空气按连键的预留接头上，将电源线按演示操作连接到预留的接线柱上，并加入约14升液压油。在举升机升起一小段后，将2个减架中间放置的引桥主件和油管盖板取出，使用叉车或手动液压车将包装箱上面的一组减架取出，然后放置在地面画好的线框内，外侧边缘与2号线对齐。再使用叉车或手动液压车将另一组减架托起，将该减架下面的电木取出，
使用冲击钻钻孔并安装膨胀螺钉。按演示操作，将四个引桥分别安装到桥板上。注意，桥板支肘的一端需要用螺丝拧紧。按演示操作，将引桥手柄分别安装到四个引桥上。根据油管的走线，安装油管的护线盖板，按演示操作进行安装。完成整个设备的安装，在滑块滑动面加注2号里基润滑纸，要求从左到右所有滑动面涂均匀。在机器各关节处加注2号里基润滑纸，调试步骤，检查所有的连接螺栓是否紧固。举升机的调频，将阀 F1 和 F2 开启后，按下降按钮，让举升机降到最低位置。然后轻点一下上升按钮，点上升按钮时以举升机不动为准。完成后务必将阀 F1 和 F2 锁紧即可。在托举车辆时，请将橡胶托垫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，保证托举安全。蜂鸣器、上升按钮、保险按钮、下降按钮、急停按钮、电源开关、整流块、接线端子、继电器、熔断器、时间继电器、中间继电器、变压器、应急下降阀、电机、阀块、安全阀、
油箱、液压电磁阀、L 型接头、直通接头、油管、转接阀块、气动电磁阀。保险丝短路，更换保险丝操作。三项电机相续不对，更换相续。